咱这个厝顶吼，诶，长度大约差不多四米左右啦。啊，你若固定个厝顶，伊就袂夹味啊。啊，咱即马你若甲改活动屋顶，咱甲厝顶掀起来，啊，伊就会当入来夹。两片可折叠式屋顶重达300公斤，配上回收的轮框做滑轮，不仅解决志工耗时搬运，也让辛苦回收的纸类不会淋雨泡汤。较早拢常在搬来搬去啊搬，用个人工三四个在一搬，阮无当只搬出去咯，就用布棚啊过扛。一个屋顶几百公斤。要让它怎么省力，所以我又设计了一个动滑轮。它如果是300公斤的力量，透过这个动滑轮，它只有剩下100公斤的力量。不忍志工搬运之苦，从设计到施工一手包办。刘清标17岁就当学徒，有机械工程底子，人称万能师兄。他真的很认真，他回来一回来都到这里了，我看他这样做不做不行，我们这里哪里什么不可以哈，什么不好，叫他都来弄好好的。2000年工作发生意外，双手只剩6指，人生陷入低潮，靠着家人支持和毅力走出阴霾。我必须去克服有些比较小的零件的一些这个拿捏，或者组装，20年来我是把它克服的了。那我也用这个平常心去面对所有的人。你现在这个吼，我呀，一定要把平衡好。我呀，你若平衡好，连你规个乡有拼的吼，注定会看到。有状况就和其他志工同心协力解决。他说，做环保要快乐付出。可以善用智慧解决难题，更发挥巧思延续物命，大家身体力行，共同守护亲近大地。